还是接红布？你这么大方，接红布。来开，刘爷爷颗。哇！一颗，这一颗。没亏没亏啊，一颗。你要现金还是接红布？我也要体验一把接盖头的感觉。来开，烤面筋。你要100还是接红布？我要100去喝奶茶。来下一个，你要100还是接红布？我要一个明信片，这是好吃的。来，苹果生活。叮叮叮。拿走拿走。你要100还是接红布？这么大，我感觉什么好东西？开。姚公子，你要100还是接红布？哎呀，我不要奶油。啊、你要100还是接红布？我才发现你的套路怎么要钱、啊啊？你要钱还是接红布？接红布，我要看看是谁。来开，金手镯一个。你要100还是接红布？我要100，拿走。哎，你要100还是接红布？我要接红布。来开，小鱼一条。哈哈哈哈哈！穿起来好多条。就是。